两个问题，我想问中文，那你本来是什么班的？中文好像比较难，不过我觉得，因为你如果不演绎之后，你要专门学，我觉得我想说，还是多学一点。好，然后
在西安是吧？对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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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的。对，谢谢大家。选手要记得至大会报道哦。